嗨，大家好。梦丽已经录了将近快要接近，应该是接近500部的影片。那也介绍过很多我们晨燕千禧系列的产品。那今天的话呢，想说再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那晨燕的千禧前啊，还有千禧营养饮料啊，是晨燕消费者真的非常满意的一款产品。那千禧前的话呢，它是液状的。那现在改包装之后呢，每一盒呢里面有5小瓶哦。那如果说你打开一瓶之后如果没有办法马上把它喝完，有些人就舍不得喝，建议大家一定要舍得喝啦就是分几次把它喝完。那如果说没有喝完，就把它放在冰箱放一下，然后记得当天就要把它喝完。这样子的话，它的营养成分才会保留得住啊，喝下去对我们的免疫细胞才有帮助。那如果说一些老人家啊，或是孕妇啊，生病的这些族群呢、啊，更是需要来喝千禧前。那千禧前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专属配方啊，当然就是有仙人掌还有就是我们的蜂蜜啊、蜂王浆啊，那如果说千禧营养饮料的话，因为它是粉末状的，那随时都可以带着走，想要喝就可以冲泡来喝。那如果说早晚各补充一包千禧营养饮料的话，其实对我们免疫系统这些功能它是可以帮助提升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是限糖的人士的话，那梦丽就建议各位可以来喝我们千禧前二号。那千禧前二号的话，就是提供给限糖人士来使用的。所以说，我们陈燕陈兆辉博士真的是太贴心了，希望说能够照顾到所有的这些族群，也让各位在使用上能够更方便。尤其是千禧营养饮料，它是粉末状，在制造过程当中是相当困难的，可是我们也都一一克服了。这个就是我们陈燕公司为什么会得奖的原因之一呀、啊？那每一项的产品都经过2800多种的一些毒性检测，让各位都能够喝得很安心呐、啊。那今天的话，我们陈燕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啊，都是要送到消费者的手上，你们要喝出健康，然后放心，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我们陈燕产品对各位有帮助所以说，今天梦丽再次跟大家分享我们陈燕千禧系列里面的千禧前、千禧营养饮料，还有千禧前二号，对各位的帮助很大哦。大家一起来喝好不好？让自己健健康康，谢谢大家。